客厅装饰背景墙，家里装修都在用这个。家是重点，背景墙是亮点。一副好的背景墙瞬间提升家里档次。竹木纤维板材料，一块块拼接起来，安装简单。客厅装饰背景墙，家里装修都在用这个。家是重点，背景墙是亮点。一副好的背景墙瞬间提升家里档次。竹木纤维板材料，一块块拼接起来，安装简单。客厅装饰背景墙，家里装修都在用这个。家是重点，背景墙是亮点。一副好的背景墙瞬间提升家里档次。竹木纤维板材料，一块块拼接起来，安装简单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两款新中式背景墙，喜欢的话点赞收藏起来。家是重点，背景墙是亮点。一副好的背景墙瞬间提升家里档次。